Hello， 大家好，我 Andy， 欢迎嚟到我 channel。今日我嚟到小西湾嘅运动场馆，嚟到观摩一下国际嘅中学生跑步球邀请赛。今次咧就喺小西湾嘅室内运动场举行，集合咗香港、中国、台湾、澳门、马来西亚同埋泰国嘅代表嚟到呢度咧就比赛比较一下。大家可以同我實況，我哋一齊睇下今日啲乜嘢嘅比賽精彩片段。兩隊咧就而家練陣啦，準備嚟第一場決賽。決賽咧就由台北隊對香港隊。所以決賽咧就32-21，香港隊咧就贏咗九個隊啦。學長，我都係想翻喺呢個唔比賽嘅咧，就係先賽嘅14位隊員咧，都係唔同嘅地區、國家嘅精英。呢啲精英運動員咧，好多咧都已經係教練級同埋呢個老師級嘅高手，足球高手。所以咧，球賽係好精彩。相比於剛才嘅學生嘅比賽咧，個力量和速度咧更加之高嘅，一樣都係值得我哋睇。我哋一齊。
交換球的要門就是攻和守，好像現在其實他沒有分左邊的右邊的，總之呢射門就是攻擊了，守的對方呢就一定要將個射出來的球彈了之後就不可以讓他墊地，墊了地守的方就輸了，好像這裡這樣失了，出了界就開自由球，攻波攻波彈出來就要看接着，接到呢就拿不到分了，現在再輪到另一邊攻，白星三就執不到個球落了地球輸了一分了，輸了就要開球，要開去對面場過場之後再回來再攻過，那球也要不可以落地，但又被黑星三截到，黑星三可以即刻馬上反攻，黑三攻完球呢白三呢接不到個球又輸了分，咁攻波咧一樣可以喺對面上都可以攻嘅，其實就冇分左定係右嘅。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、留言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